欢迎大家就在这个时间守候在993频道，我依旧是大家的瑞宝。不冷啊不冷啊，如果大家喜欢我可以点一下我的关注啊，呵呵，我的瑞宝。这个地方有个直播通知我的小勾勾啊，直播通知我的小勾，大家可以点一点。那个谢谢所有 PD 的兄弟，谢谢所有游客宝宝，谢谢大家的这个直播通知我。然后又见我的名字，我叫瑞宝，这个字念瑞啊，可能有些大家这个字比较少见，可能大家不知道。然后给大家跳舞了。如果我不小心地偷看了你的眼睛，迷失了自己，不知为什么欢喜，期待听你的声音是那么甜蜜。我拿着电话在你家门外，想对你说出我内心中对你的期待，忽然感觉浑身热血。我不小心地偷看了你的眼睛，迷失了自己，不知为什么欢喜，期待听你的声音是那么甜蜜。我拿着电话在你家门外，想对你说出我内心中对你的期待，忽然感觉浑身热血澎湃，今天我想要鼓起勇气大声表白。我的心跳加快，
没事儿，我不辛苦，你们比较辛苦，你们要打字，大家都辛苦了。这里直播通知我的小勾勾可以点一点，好，直播通知我的小勾勾和右键我的名字。哎呀妈！我们家要点一点，我叫瑞宝哈，我叫瑞宝，手机用户左上角，手机用户左上角。加油加油，点一点，头顶正下方的星星，我们马上破4000了，谢谢所有送礼物的宝贝啊，感谢大家所有的人的工会票，谢谢谢谢谢谢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好累哟、哦，不累不累。继续给大家跳舞哈，大家记得把我的关注点一点，然后在6分钟结束之后我就回自己直播间了。你们要现在不点我的关注，等一下就看不到我了。我不姓瑞，但是我的名字里面是有一个瑞字的。谢谢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霹雳的宝宝，谢谢993的所有游客啊，谢谢谢谢。是我的歌呢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我给大家跳个舞。
你是夏夜的萤火，孩子们为你唱歌，那么我只想要画你的手，你看我多么渺小一个我，因为你有梦可做。也许你不会为我停留，那就让我站在你的背后，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，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，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连眼泪都觉得自由，有的爱像大雨滂沱，却依然相信彩虹。有的爱像大雨滂沱，却依然相信彩虹。是现代舞追光者，可能有些人觉得我在瞎跳吧，但是这种舞蹈里面是有感情有剧情的一种，是不是很多霹雳的兄弟都看出来了，你们北影的应该。我不抽烟，那个是个抱枕，啊，是中戏不是北影啊，中戏的。然后没有时间了，大家点点我的关注吧。如果喜欢我，也可以，跟我回我自己的直播间，我会继续给大家跳舞的。我叫瑞宝，大家搜索我的名字也可以搜索到。